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那个，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对，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我们的廖平达廖校长。那廖校长也就我们大家所知，一手创办了我们基隆中正国中的这个民族体育班。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廖校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体育班的经过历程，然后在基隆这里深入的扎根，然后传承了三十几年。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廖校长。好，谢谢。首先，来请教一下廖校长，是说，我们基隆中正国中这个民族体育班的一个缘起大概是怎么样？谈到这个中正国中民族体育班，这个应该是溯及到那个民国64。是。那早期的时候，我是在基隆政府的国家，是，那时候是在练习这个手球，手球的练习。那手球练习需要练弹性，所以呢就让小孩子去练跳投。是，啊，后来因为谢副主席也是谢东明，他是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他就推了跳绳，放松这个训练的思想。啊，那就是要求教育厅在全国的国中小是一定要去推广。所以当时的比赛呢，以跳绳来讲，它是刚开始的是基础，是因为他就不会跳，就算是次数的哦，就是这个一般这样跳，是一分钟跳几下，是就是跳越多的那个基础，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一回旋跳有开大跳，是还有二回旋，是啊，它比赛就分成单人的、双人的。在一两年以后呢，我就觉得如果说要想能够让它那么长久发展的话，必须要有可看性。是，所以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做花式？是，花式，因为当时要做花式，其实大家也没经费做。是是，就每个人想一部分开始研发，研发这半年的方案，是，然后就走到团体的。团体的刚开始就是一致神啊，还有这个香港。那后来一个推展以后呢，又有进步。是这个东西，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样，对，只要有竞争，它就会进步。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发自自己想。是，啊，刚好那个时候我是在这个电子工程。这个电子工程它有一个做示波器波浪的那个，是，对，他就刚好去看到那个赛波器。是，赛波器它就是对波浪。对，所以它的从零度到180度刚好是一个慢波，对，刚好就一个波，对不对？他如果说再转过来，他就变成到，是，所以就出现双波浪。是，啊，你如果再拉上去，就变成双波浪。是，对，他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说把它细分的话，就是分成这个奇数的跟偶数。是，如果是奇数的，我们这里看我们这样摇的时候，它是奇数，奇数个或三个，它就是两个手如果同步的话，就是奇数。是，如果是偶数的话，你必须要这样。它就会出现两个浪，四个浪。原来技巧在这里。对，是。所以你让我们带学生的时候是用这种机器。了解。所以这样出来以后就变成，因为有波浪机以后，那他们就可以重叠。是。重叠起来，它就会有两条伸出的波浪，是还可以交叉的波浪，是。三个波浪它叠在一起的，是。它就发样的变化就。对。所以，当然越做当然就越好。是。到了民国69年。教育部还是想要组团到外省来，是，但是跟着大家谈得非常好，对，因为我记得是有选择，是，他说我在那个时候没选上，是，但是后来那一年的出场，啊，70年的时候就是正式，因为我们在69年，我记得那时候是嘉义的民和国，是，他在体健50周年会刚好在台北，是，啊，他们到大会里面去表演的时候。造成轰动，对对，他们都没见过这种东西嘛，就觉得有很多人邀请，是邀请了都70年都不同。哦，在国足团刚好那一年的体验武术是在菲律宾，哦，所以呢，我们中国中就代表就选上，是，所以他们代表就到菲律宾去，是，也是体验武术的大会里面表演。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一年出去表演的时候，他的大会的场地啊，是地毯，而且是长毛的。
哇，那这样怎么跳？哎，对，这样怎么跳？所以我到了场地，我一看，我傻了。对，我场地就这样子，反过我们那一批的学生团都非常优秀，是，变得蛮好。是，你讲了，你讲了以后，他大概就可以体会。是，那我就告诉他，因为那个毛会，如果说你压了身子太下去，它会跟毛卷在一起，所以你就有点悬空。哦。就是皮碰到它就是就这样。哇，还是很顺利的就好厉害，您对对，这个小孩子真的 是，其实可能都是平常训练他们有，对，孩子的你讲他就知道该怎么做，是很顺利。对，表演完了呢，受到各国的欢迎，邀请函就非常多，是啊，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过来就直接飞到美国去，哦，当时的时候对是就七十年，是菲律宾表演完就直接到美国，是，我记得回来以后很多国家都有邀请。是，所以从民国七十年开始，是每年教育部都是发布到欧洲啊，这个亚洲、欧洲、非洲，所以说世界的亚洲都少见。是，那时候东欧都没人去，我们还去。是啊，这个东南美啊这些全部，这个是刚开始从开始走，我记得最盛的时候啊，是就是教育部一个团。教育厅也组了一个团，是，后来台北市也组了一个团，高雄市也组了一个团，所以一年派四个团出来。哦，那我们中部活动，因为教育厅也可以参加，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去台湾，是，教育部可以说我们一年就出两个团，所以几乎全班的学生都出去，是，对，不过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支持，是，就是说，那时候我已经到中国，民国69年就转到中国，是，在中国的子女艺术团，是。那家长也很合作啊，就是这个学生有时候要出国啊。对。出国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始我们是在台中培训。是。几年以后呢，他们说：“哎，每年都你们中国活动选上，是不是可以到你们中国去培训？”是。啊，我就当然欢迎他了。是。来了以后呢，家长就是看到这个，因为我们是外那个伙食是外包的。哦。外包，那人家也要赚钱。是。那家长看出来。同样的钱，那干脆我们家长来出，你知道吗？是，那些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来出。是，就后来教育部的还有这个厅的来看，都奇怪，以前同样的钱怎么来你们这边特别吃这么好？是，因为家长不但没有赚钱，他还会便宜一些去买菜，所以他们后来就从那时候开始，几乎每次如果有选上，他就到中央国来集训。是。集训后来因为没有集训场地啊，是。那后来教育厅呢，他就在民国80年前后，是。就拨了三千万。三千万。哎，那时候三千万是三对的，是。就是金融市政府出1000万，教育部出1000万，是。教育厅出1000万，就盖了我们现在的民俗体育馆。哦。哇，所以在民俗体育馆就是这样办。了解。所以说就是因为要集训，是。所以才有这个民俗体育馆。那。在英国72年的是，就是70年、71年我出去，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外，应该是讲是教育部派驻在外面的那个文化，是，他就会一直说，哎，风铃铃，我听不懂，什么叫风铃？是，就后来我就问人家，是什么叫风铃？是，就刚好那时候台式的一个廖导播，是，他跟我讲。风铃就是斗老人，我一听惨了。风铃我也没听到斗老人歌，他说斗老人歌，后来又问到叫我们现在就叫扯铃，对吧？是。所以我们七十年开始，我就在中央工会开始做扯铃的，是。所以刚推展扯铃，它是用竹子做的，不是？现在你们看到哦，对，钢对对。以前早期它是用竹子做的，它可以叫空竹。说起来是声音有点像打鸣叫一样，所以叫做多了，多了，就他说这样打鸣的，了解，这边是这样，因为刚开始那个竹子做的，是，你想想看，打到很痛，不是打到痛，你抛上去没接到，下去就碎掉，就碎掉，哇，因为那成本很高，对，他一个500块，那时候民国70年买的，买不到来给学生买，那学生白天摔，我晚上就把它捡起来，用蓝宝石的粘回去。因为你那个技术到第二天，很干的，对，继续用。是，但是这样还是不是办法？
后来就我就去做了那个模型，未想就是用木头去刻两个，就是圆圆这个，但是这刻的它是固定，是，它就变成轴心的话，啊，这个存上去轴心会我画一个草，它就断掉。然后来我们就跟厂商那边就看这样的东西，是，第一个会，是那种研发数据。但是现在是从竹子的这里变成树，但是树干了以后呢，又出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树干现在少手，对，像大到不得了，我自己头都被鞋子打，哇，我记得我到那个城外科这边，风气针啊，那我在想这样为什么？是，我就研究了安全程度，是，就是用橡胶，是。后来就出现了橡胶，然后那个水灵它的演变就是从竹子的树枝树干的树干就变成塑胶树，就是树橡皮，橡皮比较软嘛。对。那后来呢，慢慢的演变，因为林的速度是因为以前是定轴的，对，定轴它转速比较会受这个线的摩擦，它就会慢慢降低。是。那后来就。就研发出培林，培林就是说它轴性是不会跟哎对，它跟着转的，所以它那个转速可以更快的，可以转持久，是，所以变化动作的变化比较多，只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定轴的，是，它没办法，比如像马鞍上是很直上不去，对，因为它不是，因为它也跟着轴，对，它跟着转，它转不上去。难怪现在都没看到这个。对，所以你如果要相机的话，就一定要用定轴，不能再用黑屏。是。所以它的演变，所以它现在的越来越厉害。哦，对。因为转速快。对。所以它就可以做三轴，可以做四轴。啊，对。因为它转速可以持很久。是。以前那不是啊，它转速很快，很快就没有了。是。所以你要叫变化就没有。是。所以它现在因为有黑屏的关系，是。到了1976的时候。是。就一看，我后来看到，哎，波罗威是，但是一般以前打波罗威就是从小的打到很大，对，但是你很大，如果带到国外去，没有人在场地愿意讲，让你这样打过去，哦，对，不可以，是，所以我们就去研发那个，让他的陀螺的那个尖尖的地方变魔筒盾，是，远是就可以打到头上，是，所以那个打在。你只要不是硬钉的木板上，它不会有问题。是，这样你就可以到国外去表演。所以后来到国外去表演，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关系，是，所以国外他们也很喜欢这个陀螺。那毽子它的比较，毽子它比较不好的原因就是它的东西小，是，也一点它就变成。好，对，所以你的变化很多。是，所以我们没有推广过毽子。是推了，它是吊死了一个，是，然后现在每年都会派出一到国外去做实验，是，我们这个中国人跟不一样，是，很多人没有带过这个团队，是，一般都认为是体育的选手，是，都是比较牛气，啊对，啊对，一般的认为，哎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带出去，人家看不出来我们。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出国在飞机上面，是，在公共交通中，我们是拿一个合唱团，因为我们学生不就是他，其实应该这个大学期间不会那么飞的，这个太低了，是，我自己想是很喜欢，我一直认为说，会活动的是何年何月，是，为什么会我们都是台湾都是那些。好像是说不读书的人才进团体，对，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对，没错。哦，你如果说是要组一个体育班，大概太有干了心，啊，对，对。所以我是想说，我一定要打破大家，是，要让他想证明说，真的会活动啊，是我们没有请老师没有请代表，教练没有请代表，是，啊，如果能去代表他，太多了，是，所以我才会坚持的去一直做，就是要证明这一块，是，更多的孩子。真的是可以让很多成绩好的人可以来参加，但是我现在国内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大家都还
是一直还是有个旧有的观念，对，就是很多啊，不读书的人才进青年体育班，其实不是这样，你应该让所有功课好的人也愿意投入体育的，是，这活得很失望啊，对，通常强国体育就会好，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带这个他们的民族体育部，是啊，他是德国要求，是，他们是一个所有把以前奥运的选手。所有技巧性的全部集合回来，是，结果发现那一些全部都是医生啊，所有人，他的那个什么，所有的职业，他们的职业都非常的好，是，并不像我们说我们的体育选手，除了体育外，其他都没有，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方向。那我看看别人都是这么好，是，那为什么别人的体育活动会很强？是。因为如果说你的小孩子在读书，对，那你肯定是训练他的事，是，你老师可能给他一分，他可能会有四五分跑出来，没错。你如果说他都不去，脑筋都不去动，对，那你光个训练他，你可能给他十分，他只会跑两分，对，当然不会，没错。所以你想要跑，就是要跑足够，是。这个我们这样做下来，我觉得都不能做下来做。大家有目共睹，真的是证明说体育活动的学生念得特别好，书也可以读了。我记得大概前几年，也两三年前，是下一步国教组来到中国国中来看考察，是他认为说体育班学生成绩是没有问题，他不能够接受体育班学生成绩是吧？对，我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是有这种旧有的观念，还是不能转过来。对，因理论上你来看到说，哎，中国中体育班的学生是可以体育活动做得多好，这个每一个都下去做了，是成绩每一个也每一个都这么好，是厉害。对，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说，他所有台湾每一个体育班都变成这样？对，而是认为说这个有问题，还是我一直都没办法接受。没错，哎。就是我说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官员到这样还改不了？改不了，对。难道说我们一直下去都要这个样子吗？对。啊，所以我讲这个是应该是，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如果听得到，我希望他们要能够改。啊，对。哎，反正我现在已经退出了，该讲的话可以讲，是吧？我觉得他们这种思维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了解。那校长，我们再请教您一下。在带领这个民族体育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带的时候，是那个我刚才跟你讲过这个波浪手，是我第一次带到美国也好，那个荷兰，我记得是荷兰，是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们去表演的那个，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绳子会转弯？不能够理解说我们是不是又变成这样波浪上的波浪，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是，结果我们跳完了以后，那个场是在看我们的时候，是，然后就大家看，是，啊，其实我们当时的握把是用竹扇把，以前早期都是竹扇，对，竹扇把我们把它系开来，结系开来，是，这个再打一个洞可以插进去，是，然后就这样，是，拿我还拿给他看，他原来是以为有机关，我的握把里面是装满。然后一开关就在那个场外，是，结果他一看没有，他就很意外，他就说啊，这个是魔神，那我说我送他，我送他他也不会摇，对，对，没有，还是没有，还是要练是吧？对，是，我这记录在，都跟着教练都觉得很奇怪，是奇怪，你们是怎么会摇？当然我们也有稍微告诉他一下，但是他还是不能体会，是。这是一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应该讲是去年的，是，这个是我们是去年是参加那个侨委会，是，到那个宁华去，是，去大洋洲，是，这个去这边，那我们侨委会就请了一个参访，是，也是侨委，是，宁华非常有影响。这个超会请他的时候，他是答应的，是答应的，他
业，而且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讲，我朋友他带的是什么团，是，他会跟他讲说带中正国中，他一听到国中生啊，是，他的心情就是要归你哦，你你，他想来，是，就是他自己搞的，对啊，各位同学，他就说，哎，后来他来了，他就跳了两个，可不可以？
这个东西能够变成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东西，对，把这个东西放在舞台上面的场景。对，没错，我相信有看过人肯定都可以有这种感受。那在这里我再稍微请教一下校长，可能在当初民国70几70年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这个也都不了解，那校长怎么样从这样子一步一步把它变成到今天这么精彩的一个技术，这方面可不可以的演变跟进化的历史，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应该是这样，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比较纯，是，那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64年到70年有5、6年时间在进步，是，又有进步，又有要出国的诱惑，是，所以大家都会花心思去思考去改变，是，所以那个时候的进步，反正我们现在像我推出这个双轴，对，这个你双轴的双轴，然后这个叠在一起，是。你一推出，人家马上就学了，是，这个大家就开始跟上，所以跟着说就会进步。是，后来我们也研究出这个，因为像珍珠，你跳回来，是，你是摇一次，他说哎，跳一下就想一下，对。哎，我其实在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有一个看到小孩子在练的时候，是，有一个速度稍微慢了一点，他就在脚在地上停了一下，是，结果他跳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一排，就单脚不同，不是一对两个人，是两个人，一个上一个上一下，一个上一下，是，那只是因为他是后回旋嘛，所以一个跳第一排，一个跳第二排，哦，啊，其实是他们做错了之后，我们也会看出来，所以这不同的变化，会做嘛，是，而且做他就做，哦，所以很多的变化，是，像在打神里面，我们也去做这个牌的，对，那都是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你需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是像我一般在带学生，不会说很死板的让学生说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说，会留个空间给小孩子去设计变化，其实去做，哪怕他是乱玩，你也能好玩。他玩的时候我们观察，他可能是给我们朋友，我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找出来。哦，还有时候以前刚开始就是画，是，我们接着从这里晚上有时候想画就起来，画起来就留下来。我应该都还赚了，但东西都有。哇，这个很宝贵的经验，跟宝贵的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说，哎，画起来以后呢，然后就叫学生去试试看。是，就是要，他通常那个想，可以想得到的想，那就是要画，想画。哇，那就是不管是廖校长或学生，都是很努力的把这个实现出来，这个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很辛苦，才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棒的表演。其实这个应该这样，像我们每年在。是，开场会有那个单元介绍，是，上那一段的节目，我们通常大概一个团队大概会有多30秒到40秒，是，那一些我们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想动作，去配音乐，是，如果说不好，或者怎么样，原则上我们尽量不动他的东西，是，只是帮他写，是，他小孩子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对，这个自己的东西。是，那我们只要让他看到美化，是，或者是他没有正常接受的，是，所以小孩子都很珍惜那个美丽的画面。是，我了解。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要请教校长的地方，说，那这个民俗体育班怎么有办法在这个中正国中持续的推展？因为每三年就毕业一批学生嘛，对啊，那。尤其是现在台湾的教育环境也不一定那么多人支持体育，甚至支持民族体育。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中正国中不断的一年一年的持续，然后一年一年的更好？我想跟你问这个就问到重点，是第一个，我们当教练要认知，是这样的教练，是你如果今天你带你的团队，是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前途。是，一定没有这样的啊，对，没错。所以你一定要有办法去想办法让他的余力是困难，或者他想要的一个点是，那就很实际。没错。所以我们最晚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刚开始，我要50个，是，他是1000多人。哇，这录取率比大学低太多了。所以说队友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说是提拔的。不是说我们教练或者是老师，是你有没有去照顾我们？没错，这
这个还是我们大家要去思考。所以有时候自己抱怨说，哎，怎么不能考学科啊，不能怎么样？是，其实这个观点都不错。是，你应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他的能力能够尽量提高。你要去听，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成立民族地方，是，然后你是考呀，考爱国还是真的很重要？是，如果你来看人家每个都在做，是，你就应该去鼓励这些。没错，我不是说，哎。这个有问题，这些你这个有问题，这个就很奇怪的一种思想。没错，因为有些来看的，是他本身也是当过小孩，是退休的或者是现职的，是他们都不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得到，是那你能来做的时候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去怀疑别人有问题，这个思考模式就不对，就很奇怪的是，这个是问台湾为什么要做教育部，是就是你要空间给他，就像我们在乎。说明书店给他们自己去发挥，哇，这个创造力你的培养，你就是给他们解释，现在这个社会有创意才有创意啊，没错，对不对？对，你不是固守，是你要从小就要培养起来的是什么创造，你提供机会给他去发挥，是。那我们应该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这样子，对，而不是说你这个一个框框给人家划着，框住，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学生。对啊，这个就很可行了，说限缩了他们的创造力。对，希望说这个如果他们有听到，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没错，哦，希望看到这么好的机会，应该想办法让所有的地方也有办法。是，为什么我们会做别人？是，他应该这样反过来思考。是，不是说大家都这么差，你怎么这么好？你有问题没？哎，是，那不是很奇怪的意思？没错，那你要去思考。那为什么人家成绩好的学生愿意投入？没错。那你其他地方，你也可以让成绩好的人投入啊。对。而不是说你变成成绩不好的人投入了，是，这很奇怪的一个事。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练体育或者练这个民族技啊，真的是花时间又花体力。那刚陈如校长讲的，我们是对于整个活动这个民族举办，还是对成绩有要求？那怎么样可以在小孩这一段国中，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个叛逆期嘛，如果让他们做到能把他们的记忆练得好，然后又能够兼顾学业，我想这个应该里面有很大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想这个你问的这个话是说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喜欢一样东西，你非常喜欢，是你会强烈去做的，会，我如果要把你拿掉，你一定会接受，没错，是不是？是，对，我使用没有使用，是，我一开始让学生先爱上跳绳，哇，是，他当他喜欢的时候，好，反过来我就用这个去说服他，是，当你没有成绩没有达到要求的时候，我就不让你练，那他想要，是，他非得要去努力不可，没错，你就用这种模式去，你也不必怎么去逼他，对，因为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拼老命去做了，是，啊，这个就是一般的人没有去思考。哇，这个，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哇，这是一个很实际也非常好用的一个教育的方式。这个比喻比较难听的啦，是，就好像那些抽烟的人，他抽上瘾了，不让他，你不让他抽，他要偷偷摸摸的，是，那怎么样的？没错，当他爱上这个东西，是，你不给他的时候，他受不了啊，他想要这怎么办？他只好达到你的要求去做这个事情。哇，这校长这个想法真的太棒，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把它落实到这个国中的民族体育班，这个值得我们学习跟佩服。那像这个哦，应该可以讲，像这个民族体育班，可以说真正在其实教育可以真的看，是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德智体全美，是无一俊会花。因为你想想，我们也为什么我们音乐不能上？是。因为我们这个配乐啊，对，这太厉害了，所以我们音乐课从来不改，进来用哦，一定要让他上音乐，所以我们音乐一定不能改啊，没错啊，美术是太画画，对，那我们美术是体育团队啊，对，也不教育我们一定是配乐，是，我们用是团队，没错，对，品德有了，是，体力有了，是，美术有了，智力，我们刚才讲过有没有吗？对，太厉害了。是，所以他们当他们来看到说，为什么中国中民族班的学生成绩那么好？是，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啊，这个一定
有方法用什么，就是用什么什么方式去把所有的好学生集中在一起。其实不是，我们靠的第一个学生，他本来他并不在，是你愿意做活动的，是吧？是，是他的家长老师是很用心的，想这个加入或者是休息，他也愿意去帮他做一些。所以我们找的教练是，所有的教练，我们的教练都是学科学科老师。哇，有像我是教数学，是，也有理科的音乐，有英文老师，有理化老师，这些投入，那你说，我们退出看课业不累，我们要也有专项，是，专项要我们课业要当个监督，没错。你如果说只纯一个教练，是，那你只会想说，我只要这个数科好，要其他的方法，没错。那如果我是学科老师，那我只要学科好，是，这数科不管。当你是两者的时候，你就两者都会是。所以我们在培养这个教练后，都是去找有兴趣的学科老师来培养。哇，这个我想在全国应该也是少数的创举吧？对，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不了解说为什么我们的活动可以做到这么好，他们没有探究我们的原因，就一直只看到我们的成果，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不知道说。我们中间是思考很多的原理跟那个设计在里面，还有家长的投入哦，是。所以我们家长好到就是说，他是参与而不干预，是。所以我们有最后面有一个成果发表的，是。我们大力教育家都是家长家长去挖，这个结果我们处理，是。其他的所有的杂物啊，是那个这个什么行政工作，所有的后勤工作都是他的家长。那个会是，哇，这实在太棒了。那我们再请教一下校长，再稍微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每一届的学生，每一个学生都不同嘛。那能够传承三十几年，一定有一个更独特的这个想法跟设计在这里面。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也就是有点类似那个军校，是，我们是有些干部，是，就是进来的时候，是，比如这个九年级的学生。他就会带八年级的，那八年级的他有一个一年级的学弟，就是九年，比如说我是九年级的，会有一个直属的二年级的学弟，那二年级的有一个直属一年级的学弟，那么他一七八九，他是一万的，是，所以他们表演的时候，这个学弟那个学长加油，他们学长呢也会毕业以后回过来带他们，是，所以你就我们无形中我们的教练就增加好几倍，是，因为他们。教练他也是，因为当他也就直属啊，有感情，是像自己的弟弟妹妹，对，他也会很热心去教他们，他不只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说，哎，阿杰人考不好，你拿你的成绩给你学长签，是，他也怕丢脸，是，拼了命了，哇，这学业也兼顾到了，这个学长是结果在民族体育班里面把他运用的这么透彻。这个是一般大概学校大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班学生他凝聚非常的强，是，更妙的，学生三年就毕业了，是，家长十几年还不毕业，啊对，我记得还现在八级的，是，现在每年每个月听说都还在机会，学生毕业了，但家长没毕业，家长不会傻，是，哇，因为他这样子有一些情况，他说是有一些情况。目标是一次，是，所以他们就积累这小组，整个小组大了，是，就是变成大团队在一起，变成玩在一起，是，每年都玩一个半年，没错。那我们再请教一下校长，能不能再稍微帮我们做个小总结一下说，这个民俗体育班对于教育的意义，尤其在国民教育阶段这个活动阶段的一个教育的意义，可以稍微再帮我们总结一下这部分。